现在有一件事，有一个绝密的计划，叫涅槃行动，我想交给你。当然，能为关局长效劳，臣妾在所不辞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你马上到飞机上去一下，帮我接一个人。这个人是全国顶尖的爆破专家，他是这个涅槃行动的一个核心人物。还有一点重要的，大量的机密资料要过他的手，必须保证这些资料没有半点的泄露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能告诉别人，啊！我只相信你。明白。